无小事，多一分了解，多一份安全。点击上方关注，孕育知识。女性每个月要经历三个周期，分别是月经期、排卵期、安全期。说到排卵期，就不得不说怀孕这件事。排卵是怀孕的先决条件，准确判断排卵期可以帮助备孕的夫妻提高受孕率，在排卵期同房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那么如何判断排卵期呢？判断排卵期的方法有很多，常见的有月经周期推算法、基础体温测量法、排卵试纸测试、 B 超检查等。上面这几种排卵期判断方法各有利弊，月经周期推算法只适用于月经周期规律的女性。如果月经不规律，使用这个方法推算的排卵期往往不准确。基础体温测量法比较繁琐，需要每天记录体温，而且要注意测量的时间。排卵试纸测试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，但需要购买排卵试纸。 B 超检查是最准确的，但不适合较常使用。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，不用算试纸，不用买试纸，不量体温，一样可以判断排卵期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观察分泌物状态。排卵期分泌物你会有以下几个特点。一、分泌物增多。当女性处于排卵期时，分泌物比平时会增多，这是受排卵期雌激素增加的影响。一般来说，出现分泌物你增多之后的一两天就会排卵，而排卵前的一两天是受孕几率最高的时间，因为精子进入后最长可以存活三天，等待卵子排出。二、分泌物拟成拉丝状，排卵期时的阴道分泌物拟成拉丝状，可达到一个手掌的长度。白带是否拉丝是判断排卵期的关键标准。三、分泌物稀薄，排卵期时分泌物你会变得稀薄，是透明的，像蛋清一样，这是为了让精子顺利进入，还能为精子的存活提供良好的环境。掌握了上面几点，就可以轻松判断排卵期了。如果你正在备孕，选择这个时间同房，可以大大提高中奖率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